刚才回去给他擦药了。哦，哎呀，刚才回去给他擦药。哦，来。哦，那么客气，钱好吗？姜那是辣，他配了个。用红的鸭子，那他知道把外子给死掉了。你们让一下，我回去上班。吃得完吗？这么多不够。他一天要吃四十斤肚子。哦，四十斤，四十斤。你们在哪里去弄那么多肚子哦？庄里有，庄里有些个看起的。太能吃。他的样子。你前面那个可以上到最那个里去最正宗。你看他专门吃点好的，就很人事干净。哦哟，你看牙齿好的不得了，嗯，专吃好的。哦哟，这声音！你看人家生了点脚就该丢给你走，他还不吃，还吃的特别快。他牙好，公牛都嘛，公猫、公熊猫，他牙特别好嘛，胃口也好，牙也好。哪一个你喊他？哪一个是个母熊猫就不行了。你喊他过来，他就得过来。哪一个还没回去？师傅啊，师傅啊，今天可以多进来点。他吃四十斤，他吃。又跑到他的老窝了。他们一会儿把那个谁，他们抓子嘛，一早晨。他躲到起去了。没声音，他害怕。不怕不怕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不咯，快过来。
把它给了。他吃熬一套的，熬一套的水分多，他才喜欢。我们用他还不喜欢。哇，你还挺皮皮啊！那些牙齿好厉害。我爸爸长得快。他吃竹子看见吧，姐妹。你看，晓得不皮皮？他吃钢带了。他一天都不停地吃。手一吃手。今天他水新的要吃猪皮哦。嗯。看他吃的薄薄的，你看他。猪子的养分好少啊。你看他只吃的薄。就不听看这样，你没得个弄，好死哦。那个牙都好有力哦。小明他叫芙蓉，你喊他嘛。妈妈，他回来了。他走，小明。在成都那熊猫集团有很多只熊猫，不认得字。妈妈，他回来不？他回来。熊猫胆子很小。它是相当于两三岁的智牛，聪明的动物。哎，磨人高水。那个一天才吃几百克，这个叫自己心。不是哪些？那个他们熟悉。害怕，害怕。那个声音怕吓着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喇叭。熊熊，嘴巴在抓着，我来打你了。熊熊。